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Wan です。好，这一次想要把这一张极技的佛哥最终形态拿出来使用了，毕竟极限在觉醒完成了嘛，而且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啊。这一张的话是已经采星的啦，一回合攻防上升嘛，超特大伤害，中缺离气绝。然后被动方面的话，自身气力加二，攻防150%提升，必定追加攻击，总确立必杀发动，攻击的对象处在气节状态的场合，超高确立彗星，然后每一次必杀技发动，攻防20%提升，最大50%，只要三发必杀，就可以叠满。然后以他的被动加潜能，有机会单回合内就可以叠满，有机会啦。OK， 名称带有孙悟空的敌人存在时限定一次。攻击会使敌人必定气绝，这个样子，那没有什么用处了，战斗路罢了。然后潜能点这一边，当年不懂事，真的是完全点错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点了3点的回避，这个真的是相当的牙背。之后啦，再改，等有在额外抽到的时候，因为其中一个额外抽到的我已经是把彗星点过去连接了，这一张我绝对是给他主连复会这样子的啦，未来有机会把它改掉。然后技能力方面的话就不是很想要给他先，就给了一个加4的防啦。然后连接的话两个10，剩下的全部罢，然后最重要的 boss carry 已经10啦，这个是最重要的啦。然后类别的话8条够啦。好，这次就把它给拿出来用在200%的队伍内了，然后跟我们的这个力风哥走一起，激斗北极大转，一个子。好友这边是69%了，不要太强，太强的话会抢光我们的技风哥的所有的那个表现。不过力佛格要过来了，需要一点点点的时间，所以这边的话慢慢打。超必杀吧，一个攻防。然后金牛队长的话就一直保持在3号位做轮转就好了。三张金牛都是在3号位作为辅助的存在，可是，限定的队长辅助不到，他只可以辅助到自己罢了，因为他的辅助好像是针对金牛特战队罢了，没有记错的吧？我靠，你们这样忙就直接解决掉第一回战了，呀呗，杀死个金牛太久，死罢了死。这一张佛哥 L 奥的登场动画啦，应该是今年来啦所有登场动画最简短的啦，如果没错的话。 OK， 在没有任何的连接的情况下，我们的这一个技术的佛哥吧，初始16万亿的防御力比我们的 L 奥还要高，这边是有一个30%的辅助啦，150对比100就是这个样子的差距啦。那么这一边就开一个必杀好啦，然后我们的佛哥算了，这样子就好了，打轻一点吧。200万起头没有连接嘛，正常。然后再来连躲一发，这样子的话被动就叠了2次啦。等一下等到力佛哥力变身佛哥转到这一个阶段的时候，他的被动应该就是叠满了，就是直接最强状态。185万，在同样都是没有连接的情况下，技佛哥的初始状态还更高，200万起头，然后这个才100多万。不过我们的 L 奥佛哥素质就是强，被动就是猛，连打连打再连打，干，打太快了啦，也没得克嘞，不要敲这么快呀、啊，你打太快来不及叠满，很烦的喂。
OK， 这一边的话，同样就是这个样子就好。大王的话，当然就是继续啦哈，继续让他把攻防给防御力给叠上来了，打到后面可以帮忙扛一号位这个样子。哦吼，569万，应该是只有一条传说之力这个啊，传说之力这条连接。OK 的。好了，这一轮应该是不会解决掉北极大。Super 北极塔的咳咳。哇哇，痛痛痛痛痛，不过好像也没什么关系。下一轮次主回血就补回来了。有啥？OK， 让他同样保持没有任何连接的状态。第一轮是16万嘛，那么现在的话22万5，漂亮。那我确定一下，这个应该是对啦，基纽特战队罢了。只有基纽特战队的辅助。那么就一个这22万5，不错。哦，290万啊，然后这一轮下去，被动全满，连击再连击，下一轮再次登场，利弗格过来，俘虏炮啊，就 complete， やめて，我绝对是会解决战斗了，太猛了啦，我们的这个基努队长。OK， 来到这个状态的话，我们的 Fog 终于连接连上来了。走24万哦。好像一定会有超必杀喂。啊，算了，你先上呗。OK， 就这个样子，杀杀杀。713万，死欸。不过这个必杀动画始终是比较爽的啦。哦，490万，这个打到后尾没有了呗，其他这边已经是第四关了呗，再多两关到三，只要剩下紫薯嘛，红神然后蓝神就深蓝就要结束了，呀呗，有点太快哦。嗨，全力大王，呀，老实说，佛哥还蛮想要抽到的。他的队伍200%起来的话，真的是俩起来。OK， 这边的话，好，连接全满了，这边就已经叠满了嘛。上一轮是22万。那么现在是三连接来，再加上辅助来，39万 ，Mina 三，可怜个 ，Thank you 的啦，斯巴拉西，真的是斯巴拉西，太过猛了。那么就一个走695，没有加工道具，只是辅助罢了。哎呀！第二发，第三发，啊，没有啊，啊，干脆，呀、太过倒霉。啊，不过在200%队长技的加成下了吼，这个力变身佛哥，威力还蛮不错的嘛，400万喂。虽然说这个是彩星状态啦，不过这一轮的话不会让佛哥变身就是了啦。695万，这个输出力度真的是很不得了啊，不得了，必须得说赞。OK， 已经打超过霸下了嘛，已经有主动技了。哇，上一轮被降防啊，这样子的话，大王往前，猴哥退后，
然后金牛队长不开必杀。哎，Let's go。690万 ，OK 了吧？大家，这个输出很高哎，真的是相当给力了。马不，而且它只是一般丝绸卡，这个才是它最强的点。一般丝绸卡打出这个样子的输出，而且有机会三连必杀，三连必杀过后那个输出会狂到炸裂。我的，而且我的连接还没连满。OK， 普攻，再普攻，啊，解决了，有外。OK， 同样是辅助油。这边的话，我看就不开加工道具嘛，先不开，等下最后一轮我们就一次过两个加工道具给它请上去。这边的话，我还想还是想要尝试一下，看有没有机会做到。三连必杀，可是下一轮会过来的那个是金牛队长，最后他会没有辅助去的，少掉 30% 辅助对他的影响还蛮多，因为那个辅助会跟他 50% 的被动做相乘，所以这种有这种做相乘的被动啦，辅助带来的效益会比一般带来的还高。差不多这样子就好了。哎呦，竟然先攻必杀，不过39万的防御力 ，Zakume， 嗨，21万罢了，轻轻松松695万，透，再来728万，这就1300万了，杀760万，然后这边就2000万的输出啦，Mina-san。之前跟大家介绍过了，单回合最强超过1900万的输出就是这个样子来的，斯巴拉西。然后三次必杀之后，刚才是39万防御力嘛，大家看得到，再乘以 1.9， 差不多乘两倍嘛，将近80万的防御力，是够了吧？大家这个强度，我觉得应该是蛮足够了啦，已经很能体现它的那个威力了。只能说斯巴拉西。OK， 然后下一轮会有 Dokkan Mood， 1009，好爽哦！这个佛格队就是这么的猛，两边的佛格就是连击连到对面不要不要的，好啦 ，Punch。我说一般丝绸卡打出2000万的输出，这个是什么世界？太猛了啦！当然也不是不可能，就是啦。OK， 这一边的话，不过少掉了这个三号位的辅助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剩下35万的防御力，哇，少掉那30%防御力，直接少掉了将近4万，蛮多的，蛮多的。但是加工房道具下去42万回去啦，然后再加工道具最后一轮的嘛，当然就是痛痛快快的给他一击，配上那个叫什么啦，都看问，直接给他们一轮狠的，一个这，嗨嗨，门代纳斯，哦。巴卡被击打，有用，才被打这么一下，轻轻松松啦，910万，Sparking， 如果三号位是辅助的话，那哈，像这一个季佛哥就可以做到单下千万的输出了，不过。就算只有这样子，我也已经满足了。哎，竟然没有连击呀！我还在想说有没有机会啦哈，一条顺位就是直接解决掉，可惜啦。
那么这边佛格对大底上其实已经提升的差不多了啦，最后的话就剩下刚才那一张隶属的 UL 限定佛格，再把它给极限上来，嗯，佛格对就 complete 啦。嗯，金属克维拉这边是没有算进去啦，因为金属克维拉还有自己的那个物理的无鼠战队啊，那五张我也是蛮希望可以极限上来的，绝对会爽。OK， 那么这边就我们的佛哥来发吧，42万的防御力。哎，这边呢、啊、哈，这一位叠满跟这一个叠满呢、啊、哈，防御力好像差不没有差太多哎。啥的？对，主动技哎有开，那么就一个走。卡克巴佩呀，斯巴达西，这个影像真的是太帅了哇！只能说帅，非常的帅，而且这个彗星敲出来是不是快感十足啊？而且这一张佛格在这一边其实没有什么跌到攻击力，就有这么猛了。嗯，可以想象啊，我们的佛哥多夸张。虽然说是有两个加工道具加上去了，妈，一般的战斗来说啦，正常的超难关比较难达成这个样子啦。然后这一次这样使用下来，这一张的威力大家也是可以看得到啦。虽然说连击方面没有到这么的稳定啦，不过一般也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把它弄到高，因为潜能力，哎，应该说技能力上面，我还是可以把连击稍微弄高，弄到20点左右的，不过就没有去把它特别弄上去了。嗯，保持这样子，我就觉得还蛮强，可能未来有加防技能力再给它。那么只要连接得当 ，combination 做得好，那么一号位它其实扛得起。刚才可以看得到了，没有三号位的辅助，就只是单单佛格两个佛格做连接，35万。如果后续再给他四号位的加600的那个潜能力的话，可能37万左右的防御力，在现今的环境中，唐一号位虽然说不是到180很稳，但是大部分 Red Zone 哈，只要不是被克数，哎，都扛得起来，嗯，都扛得起来。嗯 ，Sailor Max 这个是规格外，我们就不把它拿来讲了。给它开，给这个季佛格开了必杀，它也是扛得住的，完全没有问题。三连必杀，哎，80万防御力接近，嗯，就是这么的生猛。OK 啦，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加马特尼。